好了，姐妹们，今天来个炸串儿。这个炸串是那个我在镇上买的，我他妈在哪？对，吃吧。真硬，就给我侄女吃，给我闺女吃。好吃吧？饭别去啊，等一下我吃啊，太硬了，来不及吃了，带你吃吧。硬吗？就是啊，这个星星。我吃火鸡面。这都是辛辛苦苦做的饭，得吃完。吃了喝点水啊。好香啊。我看你们评论中说那个头发为啥那么短，因为我都不会扎头发，没一个扎。慢慢吃，以后头发长长的话，以后头发长长的话自己扎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谁的头发我谁不想要扎啊？不想扎。女大十八变，越长越好看。